咁 TVB 除咗綜藝節目出色之外咧，其實咧嗰啲劇集都好出色嘅。《逆天奇案二》咧熱播中，今日咧我請嚟幾位重要嘅演員，例如阿展鵬啦、阿 Ben 哥啦、Jo Man 啦、唐榮康啦，上嚟同我哋傾下偈。Hello，我聽講咧呢個《逆天奇案》咧有好多係咪破案又成嗰啲？冇錯啊，好懸疑噶，尤其是上一輯咧，嗱呢一個啊大魔王榮康啊，放毒啊，搞到我哋入曬醫院，仲可以搞到香港立立亂喎。好驚！雖然我呢個大魔王榮康咧就俾人困住咗啦，但我會揾另一隻大魔王出嚟咧，就幫我搞掂佢哋嘅。好，阿 Ben 哥。你同阿 Jo Man 嗰個感情線又點樣發展法咧？我諗大家都睇到㗎啦，阿 Lex Sir 咧好恨結婚嘅，我就會力追我嘅女神㗎啦，但係佢就仲未應承喎。我都真係仲考慮緊㗎，仲有咧嚟緊之後咧，我哋嘅關係有一個第三者去插手，真係好多阻撓，好頭痕啊！其實阿 Ben 哥，我覺得你不妨即係學下中年好聲音啊，咁樣唱下歌，你有冧一冧啊 ，Jo Man 可能得咧。就係爭唱歌未出啊！中三等緊你啊，中三吧，中三參加中三啦，我哋唔使等中三㗎啦。阿展鵬，不如你出去唱俾我哋聽呢個電視劇嘅插曲《後悔萬年》，好唔好啊？俾掌聲，陳展鵬。OK， 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 展鵬，我哋大家一齊支持
逆天奇安，耶！